灰色的花，没涂上色彩的花，等雨水一点一点一滴一滴落下，渐散开的火花，我在等它解开蒙在眼前模糊那一层黑纱，我看见的是橙色的梦。前远处就亮了光，站在路口抬头仰望，就快要升起的太阳，奔跑吧，朝着向往的地方去吧。灰色的花，没涂上色彩的花，当雨水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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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下，这散开的火花，燃烧吧。打女孩啊！坚定了梦想之后，我努力做一个积极的人，不畏惧孤独，走自己的路。我们俩成啥了？要相信万物皆可期待。余生很重，愿我们以后都能成为自己的太阳，无需凭借谁的光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您看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改好多了。你回家再精细的修一修，下周呢我先帮你投稿的萌芽试一试。谢谢老师。七点这么晚，你带伞了吗？我再等等，雨应该一会儿就停了。这样，我这有雨衣，你先拿着用吧。不用不用，您自己留着吧。没事，我这还有备用的，你就拿着用吧。慧彤，咱们走吧，不然再晚了可能就回不去了。赶紧回家吧，要不然家里人该担心了。谢谢老师。好了，走吧。老师再见。回家了吗？
同学，你没带伞吗？我们一起走吧。谢谢啊，不用了。这谁啊？你认识吗？嗯，他叫张扬。我初中看过他跳舞。他是咱们市最有名的舞团栏目里年龄最小的。张扬？嗯，他这名字听着怎么那么熟啊？哦，是不是军训的时候和周扒皮正面对抗的那个学生？一个是他，还有一个就是周静芒。听说当时他要去找周扒皮理论的时候，周静芒还死抱着他的大腿不放。这换作是我，我肯定不好意思。哗众取宠。天黑了，咱们走吧。嗯。听说大家会不会弄错了？我看了公告栏上他写的作文，写的确实挺好的。好什么好啊？说不定根本就不是他写的。我记得那天因为下雨，我也走得晚，确实看到小马老师在办公室给周静芒辅导作文的。大家不要胡乱猜测了。咱们要不要去跟施老师？有打听八卦的时间，多做个题库好吗？都散了吧。啊，我也看见了，小马老师是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，你别瞎说。阿珍，选碎选碎，都选碎。起床了，哎，对对对，快起来，我们去溜达溜达。起来吧，周周，起来起来起来。起来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特别像一个卡通人物，把你往校门口一放，谁都不知道这是周静芒。还以为是学校的吉祥物呢。有人说你是证明你优秀，嗯，别听他们乱说。就是，咱们出去透透气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吧，走吧。来，还真是看不出来啊。你觉得他们真的还是假的？帖子上都说的那么详细了，还能有假？真是。我觉得吧，这事不像是真的。嗨，哎。周姐，你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可能是没有看到，你们太矮了。你是不是想打架？算了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快上课了，赶紧去洗洗吧。怎么样，能洗干净吗？洗不掉，回宿舍换吧。先上个厕所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，快！走吧，里面没别人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马上上课了，就他俩。那行。快走！你把门锁上了！开门！有没有人？有人吗？开门！周周，要不要去吃点东西？你跟阿珍去吧，我想再做几道题。那我陪你好了。你去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也好，你一个人先静静，那我们在宿舍等你。嗯。喂，队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晚可能去不了了，突然不太舒服。嗯。嗯。谢谢您啊。
会。去啊！张扬，你放开我！现在好多人盯着我呢，不知道等会儿又说出什么话了。你就这么怕被别人说吗？有个性的人经常被当作异类，你习惯就好了呀。我为什么要习惯呀？我只想当个小透明，他们说的那么难听，谁也不听我解释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擦擦吧，哭得丑死了。我丑还笨，小马老师再也不会给我补作文了，我的作家梦也没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我是回来拿伞的。大晴天你拿什么伞？你管呢？干嘛拿我的伞？我愿意。你送我一下吧。不去，想送你了。走。周金毛，你看，看什么？水没长眼睛，洒到了你身上，你就要跟水生气吗？要是还生气，那不是小孩子就是没头脑。你想当哪一个？行了，这饭啊，我看也是吃不了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我们俩新买的书，先看哪本随你挑，怎么样？周周，你看我这本女刊是有教流行穿搭的。别啊，我这当代歌坛还送了 SHE 的人物卡呢。本来我想自己留着，但是咱们周周要是喜欢啊，我就大手一挥送了。谢谢你们，谢什么？我想好了，《清者自清》，这是我新买的小说，等看完了我们换吧。嗯。他站了起来，
高高的个子让坐在面前的我倍感压力。他用着那听不出任何感情的声调说：“挡我光了。”他就是这样描写你的，我怎么听着浑身难受呢？赶紧写。你说你想要大家看到他的小说，得到好评，重燃斗志，但是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大家不喜欢怎么办？不会的。你就这么肯定？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的肯定，那也是力量，所以他至少还有两个支持者。一个你，另一个谁啊？你，快点的。别催了，监工，我笔都快没水了。一、二、过、四、五、过、过。哎，你说错了。哎，我说错了。到我说了呀。哲哲，我当代歌坛看完了，我想跟你换萌芽，趁银辉还在上厕所，我要现到现得。好，我给你拿。谁干的？有种站出来！肯定是因为我才这样的，给我吧，我想想办法。周周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事，快要上课了，回去吧。周静萌，出来一下。别弄了，出来一下吧。老师，听说你很喜欢 SHE， 老师也很喜欢他们，已经看完了，就送给你吧。我以为我犯错了呢。上自习课做无关学习的事，当然是犯错误了。老师知道你最近受委屈了。老师，真的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既然不是，那些流言蜚语又算什么呢？老师相信，你不会被这些击垮的。好好学习，做得更好，就能堵住他们的嘴。记住，书只能放学看。嗯。干什么呢？这么专心。周静芒写的小说。他还写小说了？嗯，是个手抄本，也不知道是谁抄的，不过还挺好看的，很有意思。这里面把我们学校写的可好了。有那么夸张吗？
真的，是老师真这么说。他可真好，你知道吗？昨天他借你书，还跟你很亲密的样子，那些人瞬间就不敢讨论了。关键是他们当面那么说，背后还是一套一套的。现在关于周周和小马老师的事儿，至少传了三个版本了。算了，清者自清。哟，咱们居然撞上了靠走后门当范文的人了，真是倒霉。你说什么你？算了，阿珍，老师还在呢。你装什么可怜啊？哎，别说了，没必要。就他做的事儿，我干嘛不能说呀？我是替你感到无知。就他们还好意思贬低你？哎，老师，我不舒服，想去趟医务室。好，去吧。向右转，就走。没想到银辉居然用这招，太帅了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啊，过来。完了。走。石老师，就是他们两个，不好好上体育课，问他们为什么也不说。周静芒，你就这么喜欢出风头？你是不是觉得体育课不重要？不是的，老师。不是？你才上高中一年级啊，就这么浮躁，以后怎么成大事？周主任，这一定是个误会。周静芒平时表现不错的，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。周老师，你才刚刚带班两个月，您班成什么样子了？自由散漫，无组织，无纪律。对不起，周主任。周老师，不怪石老师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们的错。石老师，周主任，您说的对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那我就带他们回去了。嗯，去吧。走了。对不起，石老师，都是我们害了你。对，要不是我们，周扒皮也不会人身攻击你。我们是因为隔壁班又骂周静芒，忍不住。对不起。不许给周老师起外号，周老师是为大家好，为我好。行了，被训了这么久了，渴了吧？走，带你们喝奶茶去。周周，走啊。我不去了，上午老师留的题我还没写完呢，下午还要讲呢。嗯，走。有事吗？于慧彤吧，周静芒和小马老师的谣言是你传出来的吧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话。这篇帖子最初是在校园论坛上发的一篇水帖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，但它和你的个人账户用的是一个 IP， 不用什么技巧就能查到。是吧？他们怎么这么晚还没走啊？他们关系这么好，周静芒的作文怪不得会被贴在公告栏上。周静芒的作文不够好，他这种水平能被马老师这么追捧，你不觉得一定有偏爱的成分在吗？那只是你不愿意承认他好。所有人都喜欢周静芒写的东西。你手里那本不也是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？在初中你从来都是特立独行的。你认识我？我跟你一个初中。
我早就认识你了，只是你不认识我而已。我不想说这些，但你需要跟他道歉。我会的，在合适的时间。以后都别做这种事儿了。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哪怕被排挤和孤立都没有关系。你早晚有一天会明白，我们才是一样，都是异类。大人物来了，他们关系这么好，周星芒的作文怪不得会被贴在公告栏上。你才上高中一年级，自由散漫，无组织无纪律。再不出来，你哭得歇过气儿去，我怕担责任。你走吧，我再自己哭一会儿。那天白挨睡觉了。我想是想开了，可事情不解决，我心里边就难受啊。走吧，我帮你解决这件事。跟我来。我从未想过，那个胆小怯懦的女孩坚定了梦想之后，会变得如此努力，如此勇敢，如此奋不顾身，哪怕受尽委屈。我也从未想过，那个冷漠淡定的自己，在遇见了那个女孩之后会如此忐忑，如此在意，如此兵荒马乱，哪怕变得不像自己。我想我会保护他。幽鬼，怎么了？你下班了吗？我跟阿珍想回高中看看，顺便找找芭蕾舞剧的灵感。咱们一起吗？别等我了，我这些东西弄不完肯定凉了。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十点前就要交，我资料找不到了，挂了啊。这儿倒是没变，优秀学生的作业什么的还是贴在这儿。是啊，当年周周作文第一次被贴上公告栏，咱们还给他拍了照呢。周周的作文是真的写得好，我记得当时全年级都在传周周写的小说呢。我以前总觉得周周的小说会大卖特卖，然后被影视公司买走，拍成电视剧什么的。他要是一直写，真的会那样吧？咱们班应该只有你还在坚持以前的梦想。而且现在还要把咱们以前的青春年华编成芭蕾舞剧。但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周周。为什么？至少他的梦想是被人无条件支持着鼓励着的。那咱们拍个照吧，让这个梦想被无条件支持着的加班狗也羡慕咱们一把。算了，军训后在学校用手机都有心理阴影了。万一周扒皮来了呢？我听说他可还在学校教书，不会说曹操曹操到吧？不会吧，我有心理阴影，还是怕他。刑侦沈莹回，
于慧彤，真的是你们？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回来逛逛。那要到我办公室坐一下吗？办公室？我现在是语文老师。老师好。嗯。来，谢谢。你怎么会回学校教书了？当年你不是兜兜转转，总觉得有些东西放不下，就回来了。你们不也是一样吗？也对，也许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总有些东西放不下。周静忙呢？你们还有联系吗？当然有联系了，前几天我们聚会还见了他呢。本来他今天也要一起来的，但是要加班。看来我真得给你们留联系方式了，要不然同学聚会我都错过了。虽然时间不长，但好歹我们同班过。这么晚了，还有铃声啊？是提醒高三年级晚自习的广播。当我睁开眼。